OK， 现在带大家来看七楼的时候，这是哎，这是七楼吗？对，这是六楼。六楼，你看六楼的景跟刚才二楼的景其实是很不一样的。然后我们前面这些别墅 bungalow 一套，我看需要新币3000万。然后可以看到 golf club、golf course、高尔夫球场，你看。六楼的话，这个景是比较好，这是它另一面的景，前面是面对海，这是后面的话面对这个是河，这边也是可以看到我们的新加坡的 Marina Bay Sand， 啊，可以看到烟花，前面这边我们所看着这边，对，这边是我们新加坡的 CBD， 来。这间是没装修过的，就是发展商交给我们时的标准单位。通透哦，这边很大风。也是一样，这个后面它有自己的厕所，这间房间自己厕所。这个呢，这间房间就小了一点，没有自己的厕所。但是房间假如是要放下一张 king size 的床，是没问题的，其实很通风啊，这边因为前后通透。这边的话，这间房间也是没有自己厕所，但是旁边就有个厕所。嗯，你看它的，全都是天然大理石。我看它地板是600×600的天然大理石。啊，地，哇，这个应该是 American Oak 是吗？啊，这个 view 可能就没那么好，旁边看到对，看到我们的邻居，但是还是不错，很光亮，大。这边其实这个窗很好，这个窗是让我们这个走廊会比较亮。嗯，你看风很大，不懂你们感受到吗？这边也是一个，这个是 powder room， powder room 是给我们的客人的过来呀，朋友啊过来这边。这边是去我们的那个 dry kitchen 啊 wet kitchen 湿厨房啊，在新加坡我们分成干跟湿厨房，这边是有你的 Google Hub and Pop， 然后这边是有公文房，公文房有自己的厕所，哇，这个应该是五星级公文房了，有自己的厕所。这边就是我们的后门，有送外卖啊，送家私进来啊，或者我们的工人要出去的话，可以用这个后门。再来，这是什么？这个是 OK bomb shelter 啊 ，bomb shelter 你可以当它是杂物房。来，这边开始是我们的干厨房啊。是啊，这边吃早餐啊，做面包啊，啊，这个其实是很可爱的，让大家看看这是什么，这是，哎，这是丢垃圾是吗？不是，这个是擦。这边假如是说你要做面包啊，你的果汁机啊，都可以用这边的插头，所以用完了后你只要按下去，整齐。好，很多人会问我这边到底有提供冰箱吗？冰箱是在那里呢？其实是有的，它是在这边。啊 ，Miele， 德国最好品牌。哦，这个有点肮脏。啊，这边其实你可以收很多东西，这边很多这个储藏间。储藏空间 ，storage space。啊，这边看到 Swiss， 咖啡机啊，酒柜 ，steam oven， 冰厨 oven 的，全部它的那个 Swiss 都在这边。来，我们去看前面，这是它前面。前面刚才我们所看的是它的二楼，这是六楼。这个单位是没装修的，你看，二楼比较美还是六楼呢？
我觉得假如是这个方向的话，可能二楼会比较美，二楼你还看到一些下面的那些泳池。啊，今天气不是那么好啊，下雨了。啊。OK， 你看它的 balcony 很大，它是绕一个圈的。哦，没有绕个圈。OK， 2850 square feet 的房子。